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敬拜。今天跟大家思考这样一个主题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跟他的旨意。我告诉你，无论你走到哪里去，各个世界上的人，不管他的肤色，不管他的宗族，不管他的邦国，你走到哪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的人民一定有一个非常渴慕在追求神的心，只是每一个国家各个种族他们的神明不太一样，但是人都有一颗追求神明的心。你说你赞同吗？赞同。对啊，有一些是国家主义，国家的神明，有一些是地方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无论走到哪里去，那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话，人为什么都有一颗追求神的心？我的看法是，因为人是由神创造出来的，人都有神的 DNA， 人在寻求他生命的源头，你赞同吗？去年元月的时候，我被邀请到中国去教书一个礼拜。那当我进去的时候，从我进去到我出来，一个礼拜当中，一天上了好几堂课，好几小时的课。他们那一群人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而且我也被很严格的交代说，王老师，他们不叫我王牧师，隐藏我的身份。王老师，叫任何人要接近你，你不可以随便跟他们讲话，除非要先经过我们核准了之后。是在山东，是在青岛，是在非常繁华的市中心。那是一个不管怎么样，我走了一趟中国之后，我回来我发现两个事实。第一，请问中国现在的人民，他们的国家让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不自由？不自由。不自由。就是我很明确亲身经历到那一边去，想想看，假如一个国家他让人民上面人的上面没有神，他说那是迷信。假如把人跟神隔开了，请问这个世界上谁最大？假如你的头上没有神，你的心里没有神，请问留下来谁最大？人最大。人再来比比看谁最大？党主席最大，党主席书记最大，对吗？中国的中共的领导人最大，对吗？所以谁胆敢不听我的话，杀杀杀，关关关，这就是一个谁最大？人最大。把神拉掉了，人最大。所以我的看法，对不起，可能偏见，但是这是一个我的，至少是我进去了之后我的看法，感受很深。因为政府是规定人民，这是政府的立场，不可以有，只有。请问他 open 了一些宗教庙宇，但是事实上像我牧师在那里讲道，那个三字教会的牧师要讲道，他的讲道稿还是要给党书记看的，因为要符合他们的要求。所以谁最大？还是他们的管理最大。假如这个都还没有拿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困难容许我的家人跟他们做生意。因为假如没有神，假如没有一个 super law， 一个更高的法律规范，一个向神有我交代的心灵，那么留下来就是人，人最高的就是我的利益，对吗？所以假如说我的利益，那还有信用可言吗？一般情况可以的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候，还是以谁的利益为主要考量？是自己的利益。
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到处都是探头，他们说探头，我们这里说什么？他们说探头而录相机，摄影机到处都有。哎，王老师，你这个不能不要从这里，你要假如晚上你要出去的话，就从后面，然后后面那个阶梯，每一个阶梯都有囡仔晒的呀，山东呢，还这样子呢，这是去年二月份的事情啊。那里我们的机场假如都可以随便在那里放，他们在那里更可以更自由，对吗？他们的自由是放在这里，对不起。那我的说，我再回来说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人都有一颗追求宗教信仰的心。中国虽然它限制的那么严格，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消息给你，中国人的基督徒，中国的总人数多少？3亿14亿，他至少现在的基督徒超过8亿，不，8000万，对不起，8000万，其实8000万跟13亿，你们的数学比较好，现在这样子几%？啊，大概几%？比台湾还高，比台湾还高，基督徒的比例比台湾还高。意思是，不管你政府怎么压、怎么限制，人还是有一颗渴慕追求神明的心，因为人的心里有上帝的 DNA， 都在寻求上帝。就问题是，每一个人都在寻求。当你没有找到真神的时候，你会去向谁求告？你知道我们台湾妈祖的信仰很丰盛嘛？哈，妈祖是谁？林默娘，就是她是一个福建省很有爱心的小女孩，林默娘。但是她变成神了，对吗？人都有一个追求神明的心，假如你没有追求到那个真神的话，你会见到人就拜，见到人就拜。现在柯P有没有变成神啊？赖清德有没有变成神啊？诸葛亮他的女儿有没有变成女神啊？我告诉你，人在造神都是这样子，人在造神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心里的偶像，我所欣赏他就变成我 idol 就出来了。各位，我们心里真的，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宗教信仰，我要告诉你，底子里面、骨子里面就有一颗，你在追寻，你也需要依靠神明的帮助。你不管你对官做的再大，假如他没有进到教会，他在重要的时节，他还是要去看八字啊，看方向啊，看，因为他的心里恐慌不安，他需要神明的帮助，对吗？DNA， 我们都有这样的 DNA， 所以我的回到这一点来，你需要上帝，你也需要去寻求一位上帝。问题是，我们大家在寻求的这位上帝，你找对了吗？科学家说我不信，科学家有一个精神，就是除非我看得见，我摸得着，我能够验证，对吗？不断的实验。反复的实验，那我相信这个，因为我看得见，我摸得着，我可以实验出来。OK， 那问题是我们的信仰所说的这个神，他是你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就不存在吗？昨天是什么节？情人节说我爱你，请问那个爱看得见吗？爱看得见吗？可以感受。但是看不见，对吗？所以你亲吻了我，我可以从这个知道你对我有一个举动，是从举动。请问这个钢琴，你看到这个，你想到什么？这背后那个美的一的钢琴背后，我看到的是一个。造他一定有一个造他的师傅，对吗？宇宙万物那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
既然我们人都有一个宗教信仰，都有一个追求真实的心，谁创造？不断要问这个问题，它会自然存在吗？我们书本上教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万物是怎么来的？ Big Bang， 然后演化，对吗？各位，所有这一些再说吧，再说吧。OK， 这是我们刚刚读的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。我们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再同声念一下，好吗？预备，来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再来就整个《创世纪》第一章就在说上帝怎么创造。他说，在起初就是太初就是。整个宇宙万物都还没有形成之前，地是空虚混沌的，一面黑暗的。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那里，然后上帝就从混沌中照光，让光跟黑暗就分开来。然后跟第二天又将空气跟水又分开来，第三天将水跟干地陆地分开来，一天一天，第四天回到第一天的位置。光，第四天造什么？两个大光跟星宿，然后用这一些来定节气。第五天造空中的飞鸟、水中的鱼。第六天造什么？地上的昆虫、野兽。请不要忘了，人是在第几天创造的？第六天。人跟动物是同一天，你想到什么？人跟动物有什么关联？人就是动物。不相信的话，当人生气起来的时候，人可怕吗？还是猴子可怕？人的一句话会杀你，还是狮子的一口会杀你？但是人被人伤害的多，还是被狮子伤害的多？谁比较厉害？谁比较可怕？你要防止的是谁？狮子不在你身边，不要怕。但是你身边的人，你最亲近的人，伤你最深。他不用刀，他不用枪，他只用他的舌头。人当他动怒起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神非常可怕，比动物还可怕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人，圣经说，人在第六天的时候，神用什么来造人呢？神依据什么来造人呢？他的形象来造人。谢谢。所以人也有神的形象，不要忘了这一点。人本身有动物性，人本身有神性，这是圣经的一个看法。所以人啊，你可以变成魔鬼；人啊，你也可以是上帝手中非常奥秘的天使。你可以是一个非常使人因你门徒的人，但是你也可能是一个造成整个家庭、家族、教会、社会带来很大伤害的一个人。所以你就站在那个中间线。Who you are？ 我想这是你不断的要自我思考的。你会是谁 ？OK， 来，注意哦，在这里，从这一段的经文又说，人要生养众多，然后要管理上帝所创造的，要管理。请问，假如神造人？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人去管理他的造物。那么神造人有没有目的？有，就变成了有目的了。假如师父造一个钢琴，让它能够被弹奏出悦耳的音乐，师父造它有没有目的？有。
师父造椅子有目的，师父造每一个你身上的每一件物品都有目的的。各位从这个信仰，从这个观点，每一个人你生命的存在有没有目的？是有目的的。假如你不断的确认，神啊谢谢你造我在这个地上，神啊谢谢你看重我，让我的生命的存在是有价值的，有目的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断深化这个信仰，不断深化它，你就不会，你的生活就不会变得盲目，毫无目的，毫无方向，因为你的存在，你的每一天都是有目的的。你要说阿们吗？阿们。这个信仰是要不断被深化的。OK， 要不断被深化。我们对这个创造的故事很熟，对吗？是不是很熟哈？要在过去的时候，你不要跌倒，嘿，你要做好，不要跌倒哈。因为我说的都是圣经的话，但是跟你以前的了解完全不一样。容许牧师把圣经翻出来。然后帮助你看见你过去都没有看见的部分 ，OK？ 这是什么？两个人死在一起，叠在一起。请问这样子叠死在一起的骷髅，他们是生前叠的还是死后才被叠的？生前就被快死那一刻。假如已经两个人都死了，不可能这样子叠，对吗？对，所以这必然是两个人活着的时候。OK， 它是在意大利被发现的，时间从科学的验证大概五六千年。OK， 从感情世界来看，这样一幕感不感动？感动，非常感动。情人节哈，希望有一天我们就这样子死法哈。他们每天都过情人节。要死你去死，我不要，我还是要多活几年。OK， 这是最近，这最近又新的发现，类似也是两个人，也是两个人。OK， 这个更早，它的时间大概在5800年。各位你，这是什么？史前遗迹。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史前？当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要紧抓住这一句话，什么叫做史前？文字记载之前，意思是这两个人的存在是在什么时代？人还没有文字以前，人类还没有文字以前。请问人类还没有文字以前，谁能够清楚明白以前的世界是什么样？了解吗？不了解吗？不了解。还没有文字以前，完全是靠什么？口传讲故事。 OK， 这都很感动，都很感动的图画，但是我画出了这一条线，一个是史前。请问这种有文字到现在历时几年？这种有文字，我们说史前5000年以前是属史前，真正有文字记载，各个文明圈都在4000到4500年。我要告诉你说，从圣经的观点，我们现在几年？2015。我们到耶稣，距离耶稣多久？
就是2015。注意哦，耶稣这一个人你不要小看他，一个三十岁以前你不知道他，30岁出来，33岁3年半的传道，后来就被钉死，腰死的十字架上，然后他竟然他死后，全世界竟然以他画了一条线，叫做新纪元，公元从他开始。这一个人你无论如何你要好好研究他 ，OK？ 整个世界的文明从他一直激励快速的进展。当我们说，OK， 你知道大卫王离耶稣多久吗？大卫离耶稣刚好1000年，950年左右，我们说1000好。那大卫跟我们现在差多少年？3000年。摩西是耶稣之前1250年。亚伯拉罕 BC 耶稣之前2000年。亚伯拉罕到我们现在4000多一点点。我告诉你，圣经的历史，真正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亚伯拉罕之前叫做什么？史前。记住这一句话，亚伯拉罕之前的圣经，那叫做史前的。有没有文字？没有文字。OK， 那个就是所谓的史前。好了，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之后，我现在再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练这一段经文，也是我们刚刚所练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预备，来。创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：野地里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沉，滋润遍地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请问这一个，你读这一段跟前面第一章的创造有什么不一样？老师，你一开始就明白的告诉你哦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乃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怎么样？这有事没有？什么没有？野地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蔬菜没有长起来，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，没有人耕织。哎，有没有人？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，什么第一跑出来？人第一被抓出来。跟第一章的创造有什么不一样？顺序完全颠倒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假如你要考台南神学院、台湾神学院，这一题都会考啊，这一题都会考啊，很少人会啊。我现在透露题目了啊。哎，你们到了教会这么久，谁帮助你们看见这个经文？这个创造的顺序是完全不一样，有没有人点破你们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牧师哦，有时候牧师很容易糊弄过去，把你们都糊弄过去。当我们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，主日学的时候，小朋友告诉你哦，上帝创造世界是这样哦，第一天怎么样，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那人是在第六天啊，上帝看完美好哦，然后第七天就休息，所以礼拜天要来做礼拜啊，上帝休息了啊。然后在结婚典礼的时候，哎，上帝造世界是这样子哦，先来亚当哦，后来夏娃哦。我告诉你，这两个故事是完全冲突的故事。
但是在陈述的时候常常放在不同的场景，然后你都 不知道它是冲突的。我告诉你，请问谁看见了 当初上帝创造世界的顺序？谁看见了？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死前还是有文明之后？死前。所以我告诉你各位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当我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，这个都是一种信仰告白。他不跟你在讨论说什么顺序哪一章才对的，他在做一个信仰告白，说宇宙万物谁创造的？神创造的。人是谁创造的？神创造的。人被放在宇宙万物上帝的造物当中的目的要干什么？去管理。人是要管理这个宇宙，管理这个万物，人是要好好的管理它。请问管理是让原来没有管理之前更好还是更坏？更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很无奈的，也是很糟糕的，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一旦被人管理了之后，常常变得越变越糟糕。神造了空气，神给你的空气要不要钱？要。但是人给你的空气要不要钱？要。你到张居去买空气要不要钱？要。对。要。神给你的水要不要钱？要。但是你到 Seven 去买水要不要钱？要。所有的东西从上帝来都不必钱，免费 free， 从人来的都要钱。所以宇宙万物在人的管理之下常常变得越来越糟糕。以前阿嬷在这里进地油，请问阿嬷进的地油较好还是定心这买的较好？阿嬷还有阿嬷。我告诉你，人的心就是这么坏，坏到极点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人的心里面没有上帝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假如有一天真的没有上帝又不必接受审判的话，我不要做好人。你可以了解，你可以明白我的了解吗？你能够明白我的了解吗？请问这个世界好人比较好做还是坏人比较好做？坏人。我告诉你，兄弟姐妹当中哦，你要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很容易。在许多人都不负责任的时候，你还要谨守你当儿女的角色。在办公室许多人偷鸡摸狗，你还要谨守你的任务，不容易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谨守？为什么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要尽心尽力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对神负责，知道吗？信仰重不重要？但是外面的信仰，他们在追求的神啊，我拜你啊，我有修行，我有比啊，我给你修哪多，你都要教我哪多啊。你的教法都是利益的，你的教法都是给我福，给我受，给我所有的利益，给我所有的好处，很自私的。但是人基督徒，我们从圣经领受的是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，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，有目的的。你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荣耀上帝，而且所做出来的是要怎么样使人因你蒙福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四个字是什么？荣神益人。这是为什么咱有当时啊，咱的人生哦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然后我们要还是要坚持回到原点说，说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。虽然我的日子这么苦，虽然我的情境我这么想不通，但是我还是要站在我的信仰的基础上，我还是要我深信 ，I believe。告诉你，这个信仰不断在帮助我们。OK。在这里，
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啊，在盆谷发现有一个45万年前的人骨，这对你有什么冲击？在盆谷哦，45万年前，对那个海底捡到一个骨，检查了去了，那个研究团队不只是台湾的哦，是国际的一个团队检验，这个是45万年前的人。请问我们刚刚说，自从有了文字之后，到现在几千年？4-5千年，45万年前。请问我们那个，我们常常啊、以后假如你们有机会去看，我一个朋友啊、他们在啊、竹山那里吧，啊，家有一大堆，从印尼运了一大堆的那个啊、化石。那个原山林的化石一大堆啊，它标出来都是好几亿年前，好几亿年前的化石，有没有这样的树木？有哈。OK， 到底是这个宇宙万物存在多久？谁知道？没有人知道。OK， 没有人。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多大？多久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只知道这4000年来的人类历史，这4000年，请问4000年比照这个好几亿年，4000年很长还是很短？人类史就这么一点点而已。请问人可以这样子两脚离地半个小时，两脚离地半个小时，距今多久？请你告诉我，两脚可以离地这样子飞起来，那两个兄弟啊，什么名字啊？莱特兄弟啊，到现在就多少年？对啦，各位，人可以两脚离地才100多年呢。我告诉你啊，100年前的人起骨累残，跟3000年前的人起骨累残的方式大概一模一样，知道吗？那个进化很小，所有的进化都是在这100年左右。电脑是什么时候的产品？台湾这个是台湾岛上有工厂。开始做鞋子，我们台湾曾经是鞋子王国。请问台湾进入开始有工厂什么时候？1970年代。请问1970年到现在几年？40几年而已啊。台湾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哥你赞同吧？台湾自从有工厂公司才40几年内。但是台湾已经曾经霸占世界 ，Made in MIT， 但是现在被中国取代，中国又要被其他的国家取代，这个轮替很快。我的意思是，人类历史都是在这短短的非常短的时间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神造万物，所以在对那个未知的，对那个未知的，我们只能够用信仰告白。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吗 ？OK， 来，所以我们在说信仰告白的时候，第一句话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。这些，我信上帝。各位，你有没有信上帝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信有这个上帝，你一定要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上帝，你一定要信上帝，而且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全能的。所以无论你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什么人生遇到什么样的不如意，没有关系，他是全能的，全能的神与你同在，
请问我们读过数学，对不起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阮老师是我的老师，是我张中一年级的老师啊。意思是他已经老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他不能欺我。我们读书的人都知道有个无限大，我们是无限小，请问无限小加上无限大，你是变成什么样的？当你是无限小，神是无限大，无限小跟无限大加在一起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无限大，无限可能。所以在信的人怎么样？在信的人怎么样？凡事都能做。我们要告白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非常有限的。神是无限潜能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。所以不论你跑到非洲去，跑到美国去，你一旦你有了问题之后，我在温哥华牧会十几年，常常接到一些 case， 无论是自己打来的，或者是那个办事处转介过来的，牧师这里有一个怎么办？或者有一些人他出了问题了之后，护照被抢走了之后，就到教会来敲门或者打电话来，请问，无论你走到哪里去，发生什么问题，看到十字架你就进去了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告白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从台湾来的，我有了问题了，我出了问题了，需要帮助，他们会不会把你当作一家人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名下，我们他无所不在，他的爱无所不在，他用他的全人跟他的爱包扎了你，要不要害怕？不要害怕，我信上帝。全人的父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所以宗教本身，它不是在劝人为善，不是一种心理的安慰剂，不是啊，我信了神之后是要赶鬼，不是这一些的，让我升官发财。我们在谈论信仰，我们不，请我要请大家记住一句：你到这里来不是在追求宗教，也不是在信宗教。你在这里来到这里，你在追求的是你跟神的关系。请问你是在信仰一个宗教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你在追求一个宗教吗？是不是？是。你到这里来，你读经的目的、祷告的目的，都是在寻求你跟神的关系。你跟神的关系，第一你要先相信有神，对吗？所以信就在这里开始了。你祷告之前，你还是要先相信有神，对吗？所以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个信仰是从信开始，到有一天你结束了，从信死于信到信。所以信，你有信心吗？你信，你相信有神吗？你信仰这个神吗？你能够信任这个神吗？我告诉你，抓住了这个之后，你就不会像台湾人随便造神了。除了他以外，有没有其他的神？有没有？除了他以外，你到了阿里山之后，阿里山以前的那一棵神木已经倒了，对吗？然后又去找另外一棵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一棵树倒了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敢去砍它，没有人敢去移走。为什么？说那一棵树是神。是那一棵树是神，还是人给他取他为神？取他为神。活活的人，受过教育的人，竟然都看那一棵树为神，又来拜他为神，可笑不可笑？我告诉你，可笑的可怜。但是问题是，人都有一颗寻求神明的心，因为我们都有那个 DNA。假如你没有真的找到这一位神的话，你还是跟其他人一样，恐慌，会乱找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赶快了。记住哈，你是上帝有目的的创造，你是有用的人。不管别人怎么骂你，怎么侮辱你，
怎么鄙视你，请记住你是有用的。这个钢琴被罩在这里，他会因为你给他吐痰唾弃他骂他，他就变得没有用吗？会不会？他的价值仍旧在，对吗？我这里有一些钱，我要拿出来，然后揉一揉，揉一揉，踏一踏。请问，假如我踏一踏的钱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要。你们都很聪明啊。一千超的。因为它的价值仍旧在，对吗？是。所以不要因为你的同事怎么骂你，怎么欺负你，你就林书豪被他的同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都是人生的考验啊！当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态度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因为别人就放弃自己的价值。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个一千块啊，罗老师那个一千块啊，虽然被车子碾过了，被脚踏了啊，你还是去洗一洗的，还是一千块的价值。所以你的一生是神所创造，你是有用的，而且你的存在是有目的的。常常记住这一句话，你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你有你的功能。你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在寻找你存在的价值。到了你60岁，到了你80岁，到了你90岁，你还活着，你就是有价值。自己在寻找那个价值，而且要把它活出来。你们要说阿门吗？就是上帝给你的旨意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谢谢主在我面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谢谢主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个看见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宝贝，我们是你精心的创作，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有目的的存在的。谢谢你让我们心里有一个依靠，知道神你是我们从你那里来，我们的一生的存在需要你的帮助跟同在。有一天我们生命结束了之后，我们的灵魂还是要归回你面前，向你交代，恳求你真的引导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，都有你的保守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